接下来请收看善知识法语。我们现在是初发心的凡夫，不过佛性是人人本具，永远不会遗失的。只不过一时迷惑，不知道自己本来是佛而已。譬如一个人睡到动弹不得，迷迷糊糊，没有什么功能，只会做梦。但一旦醒过来，所有的功能又都可以恢复。凡夫与佛，就是梦人和醒人的差别。又如一颗小绿豆，如果没有泡水的因缘，就不会发芽。一旦有缘发芽了，就有无限的生长力。无上菩提也是由凡夫一念发心来的，所以不要小看自己的发心。日常生活如果肯发心唤醒自己的佛性，每一个人都可以恢复本来清醒的佛面，证到无上菩提。说实在，菩提并不是另外得到的，只是恢复本来的功能而已。偶益大师在《弥陀要解》里教我们，深信和发愿往生西方就是无上菩提。这是怎么说呢？因为真正的信，不但要信佛，还要信字。信自己本来具有和佛完全一样的本性，信一切虚空世界都在我的一念心当中，当然西方极乐世界也不例外。纵然我昏迷糊涂，但如果一念心回转，决定可以升到自心中本来就具有的极乐世界。又要坚信西方的菩萨都是信愿念佛而往生的，所以我们信愿念佛当然也会往生。不但如此，还要确信万法唯心造的真理。就犹如全部的梦境其实都是自己的心，所有的佛菩萨众生和世界也完全是自己。就像屋子里有许多盏灯，每一盏灯的光明都可以互相辉映，重叠交射，却不相妨碍。我的心就像灯光，可以广大而遍满一切处。佛的心也是，一切众生的心也是。能有这样的信心，就是深信。以这种深信来发出往生的大愿。怎样才是真正的大愿呢？了解这个五浊恶世并不是外面的境界，而是我自己黑暗不好的心念电波所感应的影像。我真的愿意舍弃种种不好的心念妄念，而极乐世界是我清净的心显现出来的快乐世界。
也是我的心念电波频道和阿弥陀佛一样时所感应的世界。我真的愿意生活在那儿，而且心中的垃圾坏念头我都愿意舍掉，心中的清净美德我都欣然开发展现。娑婆与极乐的选择就在自心的一念愿之间，有这种信愿，一定有老实念佛的行动，这辈子就会往生成佛，成愿再来度众生，才能真正最快圆满菩提愿。否则，老实检讨一下自己的身口意，常常都是不知不觉中就走错方向，违反菩提门。如果不靠这一念念阿弥陀佛的光带领我们回头，回到本性故乡，像我们这样老是在黑暗中乱闯，可以说永远达不到目的地。行不到，梦不醒，菩提就变成一句口号而已。所以必须有往生西方的信愿，才是这一生可以实现的无上菩提。我们以信愿念出一句阿弥陀佛，就是发无上菩提的心。这是偶益大师很重要的开示。大智度论有提到五种程度的菩提，也就是发心、福心、明心、出道、无上。莲池大师把这五种层次的菩提配合持名念佛来讲。第一，发心菩提，就是凡夫在生死中发起大菩提心，而持名念佛就是凡夫生死心中起大觉。第二是福心菩提，也就是降服内心的烦恼。我们持名念佛的心如果提起来，自然拂灭烦恼，就是福心菩提。第三是明心菩提，真正明白了悟实相的真理，而持名持到正一心，即此一心就明了自心实相。第四是出道菩提，出是出离三界，道是到达的道。到哪里呢？到一切智。持名可以得一二三忍，很快的超越生死，就到一切智。第五是无上菩提，这是佛的圆满觉悟。而持名念佛往生西方，就保证直到成佛永不退转，也就是直达无上菩提，由完全恢复清净的本性而生出无限的功德妙用。如偶益大师说的，我们以信愿念出一句阿弥陀佛，就是发无上菩提的心，念念当下就可以福心，甚至可以念到明心菩提、出道菩提，乃至靠一句佛号
一直念到无上菩提。这全都看我们心怎么用，怎么念。一念相应，这一念就是佛了。我们在前面说过，菩提心里面包含有知引的智慧，而且还要有慈悲和愿力，善用影像来度众生。古德教我们修习菩提心，必须依照次第来修习。假若先由空的那方面进入，常会堕入空的万丈深渊，而发不起度化一切众生的慈悲和愿力，也生不起愿意度众生都成佛的使命感。所以我们要遵照古德所教导的次第来修习菩提心，才不会掉落到空的万丈绝谷，而比较容易修成功。如果一个人真发了菩提心，对众生就会慈悲，愿意去度化，而且有大愿作为动力，就会精进，而能忍耐种种的艰苦，舍己为人。而在舍己为人当中，我执的障碍自自然然就减少，而容易开发出佛性的智慧，来体会空的真理。照古德所说的修行次第来修习，比由空方面进入来得安全，而且也更容易体会到佛法空的圆满道理。自古以来，讲菩提心的经论很多，有一部叫做《菩提道次第论》。这本《菩提道次第论》是西藏宗喀巴法师的著作。宗是宗教的宗，喀左边是一个口字，右边是一个客人的客字。巴是巴西的巴。宗喀巴出生在明朝时代，他是西藏佛教的改革者。他提倡不论是显教或密教的修行，都必须遵守戒律。宗喀巴法师本来的法名是罗三扎巴，而宗喀巴的宗喀两字是他出生的地名，在大陆的青海省。因为他修行非常好，贡献很大，他的弟子和信徒们都把他当作是阿弥陀佛或文殊菩萨的化身，大家都很尊敬他，于是就用他出生的地名来称呼他。他的弟子再传下去，就是后世的班禅喇嘛。一般人都普遍尊称宗喀巴为第二能人。宗喀巴三岁时，当时西藏的法王看到这孩子气质非凡，立刻就传授他居士的戒。他七岁就出家受沙弥戒，修阿弥陀佛的莲花步法，后来又进入雪山修苦恨。他看到当时西藏的佛教不守戒律，不但教理不明，而且几乎变成持咒的邪教。宗喀巴看了很痛心，就发愿改革，提倡持戒、清净、德行，才能成就莲花部的清净光明。他所教的原则就是以
护持菩提心为主。有很多人误以为密宗持咒的修行是不必持守戒律的，这是很大的错误。佛教不管是哪一宗哪一派，都是以戒律为基础的。宗喀巴是密宗真正修成就的人，他大力提倡要持戒，要发菩提心，否则因不正，果一定不正。如果因错了，不管是修密宗或是其他任何一宗都不会成功的。宗喀巴所著的《菩提道次第论》是说明佛道修习的次第，它有两本，讲的比较宽广的叫做《菩提道次第广论》，讲的比较简略的叫做《菩提道次第略论》。在略论里提到，小圣的修行人即使证到三果，每天都安住在空性当中，还是不如一个凡夫在发菩提心以后刹那间所证到的空性。因为发菩提心所面对的是十方尽虚空变法界的广大境界，由于发心大，力量就大，忏悔灭罪的力量也大。而且发菩提心以后所修集的福德资粮也超过小圣的修行人，因此我们都应该发起广大的菩提心。以下根据略论来说明修习菩提心的方法。修习就是修改和练习。为什么要修改又练习呢？因为我们凡夫起心动念时常都不符合菩提心，常会起自私我执的念头。假如一发现起了不相应的心，就必须赶紧修改，并且用功来练习，发起和菩提心相应的心念，这样叫做修习菩提心。修习菩提心的方法有两大类。第一类是用七重因果的方法。七重因果下面我们会一一解释。第二类是用自他相换的方法，也就是将自己和对方的角色互相交换来体会的方法。先讲第一类七重因果法。七重因果是宗喀巴根据西藏阿提沙尊者所传授的。阿提沙大家可能比较生疏，他是西藏方面的祖师。阿提沙，阿是阿弥陀佛的阿，提是菩提的提，沙是恒河沙的沙。阿提沙也有另外一种翻译叫阿底峡。阿一样，底是彻底的底，峡是台湾海峡的峡。我们要说的七重因果，就是宗喀巴根据阿提沙尊者的教义所传授下来的。再讲发菩提心的第二类方法，自他相换法，这是照吉天菩萨所说的。吉天菩萨的吉是原籍的吉，
天是天空的天，吉天菩萨是印度七八世纪时候的论师，他曾做过《吉菩提行论》，在中国的翻译本叫做《菩提行经》。行就是实行的行。以下先简单介绍发菩提心七重因果的顺序和修法。我们必须注意，在修七重因果之前，先要练习修平等心。先修平等心，再修七重因果，才会成功。平常我们对待众生都有不平等的心，对喜欢的人就比较好，比较关心，对不喜欢的人就不可能有多好，这就是不平等的心。一般对自己觉得亲密又重要的人，常会生起贪爱的心，总希望他们也能多尊重我，多关心我，这就是贪。又希望他们要如我的意，这也是一种贪心。举例来说，有些太太明明很在乎先生对她的态度，又偏不肯主动先向先生打招呼，却期待着先生先来招呼他，这就是贪爱对方尊重的贪心和傲慢心。他以为这样才能表示自己在对方心目中很重要，其实这只是表示自己骄慢心很重，不懂礼貌而已，也表示自己缺少这份先去恭敬别人的美德，而且又被贪心的乌云遮住了。假如有这种心态，就会遮住佛性的智慧之光，也障碍自己的福报。有这种心，对别人的影响或许不大，但是自己一定会吃亏，我们要特别留意检讨。再比如说，有些人口说要学佛，却时常掉入世俗情感的深渊，往往都会计较师父对某某人比较好，比较器重，对我比较不好，比较不器重，这都是在培养自己的贪心，贪爱得到师父的器重，这根本不是在学佛。像这样的心态是在贪求别人对自己好，贪求被器重，这是准备要轮回，哪里是在学佛修行呢？我们要了解，起贪心等于是发射往恶轨道去的电波，如果贪得到，也是轮回去做鬼而已。如果贪不到，常又起嗔恨和埋怨的心，结果反而把亲人变成冤家。比方说，别人家的孩子联考没有考上，你根本就不会动心，也不会责怪他、埋怨他。但是如果是你自己的孩子联考没考上，你可能就会觉得很没面子，就会怪他、怨他。这就是由亲而生出嗔恨的心，这就是不平等的心。我们时常会听说
怨亲债主，怨时常是由亲而来的。不亲的人就如火车站的一群人，我们和他们没有亲戚关系，没有机会相处，也就没有因缘起埋怨的心。如果我们心中分有亲和怨，都是不平等的心。发菩提心，首先就要扫除内心对亲人生贪爱，对不满的人生嗔恨，种种的垃圾。菩提道次第略论，教我们修平等心，必须要先由与我们关系不好也不坏的人入手。比如说一个过路人，他不先向你打招呼，你并不会生气，也不会动心，这就是一种很平常的心。对不认识的过路人，我们可能会先向他打招呼，但是不会要求他一定要对我们好。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观察自己这种平常心，来体会不贪求的平等心该怎么修。再说一个陌生人，如果向我们说他联考没考上，我们也会觉得很平常，根本不会生气，也不会责备他，可能还会很冷静地安慰他说，考试本来就是有人考得上，有人考不上啊，这次没考上，下次再努力就好了。这次让别人考上，让别人高兴一下也是很好的。你若能随喜别人考上，就会很有福报，也是大功德呢。人并不一定要考上联考才有价值和意义。我们可以仔细检讨一下，在我们心中真正尊敬的人，可能学历都不很高，他未必是联考考得很好的人。比如释迦牟尼佛、广钦老和尚，他们也没有参加联考啊，但是他们有慈悲心，肯为众生付出，为众生服务，肯修行，开发出自己的智慧，他们活得比一般人更光明，更有意义。我们也看到社会上很多有成就的人，未必有多高的学历，但是他们一定都有很多美德和优点。护持中华印经协会，邮政划拨户名中华印经协会，划拨账号1965848219658482，银行账号，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001194788012001194788。护持印证经书、佛书、经幡、结缘品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高雄中山书坊陈真义工，洽询电话07221-232307221-2323，地点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。